来自天使信息，关于通往五帝世界调整与吸收能量提升的建议。传导阿尔伯斯。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天使，我们非常爱你们。很多时候在地球上，你发现自己在观察他人的行为，并感受自己的振动转变。您看到某人表现出愤怒，并发现自己感到不安或悲伤。你看到你所爱的人正在受苦，你会感到内心的焦虑。当你看到一个快乐的孩子或微笑的小狗时，你很难不产生好感，哪怕只是一瞬间，即使只是片刻。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容易受到他人振动的影响。面对我们那些不经意的事，在过去，我们经常将这种现象称为吸收另一种能量，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尝试使用 3D 范式来解释 5D 能量现实。现在您正在更多地了解您的专注力，以及如何调整您的能量场。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向您解释能量相互作用的动态。事实上，你永远不会真正吸收另一个人的能量。没有人可以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你的领域，无论他们多么强烈地希望得到你的同意。没有人可以将有毒能量倾倒到你的能量场中，也没有人可以真正夺走你自己的能量。任何人都不能真正让你快乐。这些是基于将垃圾或宝藏互相传递的 3D 范例。事实上，你是自己现实的调频器，你将永远体验到你所能量调频的内容。这就是人类互动变得棘手的地方。具有强烈正能量或负能量的人很容易吸引您的注意。他们通常的高振动使您很容易感觉良好。他们提供了强烈的正面焦点，与您的内在精神产生共鸣。同样，你们的许多歌手和音乐家都有能力激发你内心美好的感觉。他们与工作中的情感或能量如此协调，以至于你可以轻松地与他们共鸣，并感受到他们的感受。他们可以让您轻松调节到您想要的情绪。你们中的许多人可以反复听同一首歌，因为你的快乐曲调就像一个音叉，让你很容易专注于快乐的振动。调整也是为什么你对那些不友善、不诚实或愤怒的人感到如此不安的原因之一。当然，您知道这些不是深情的行为，我们也不希望您喜欢他们。如果有选择的话，你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但亲爱的心，让你心烦意乱的不是行为本身，而是它在你内心引发的脱节。如果你如此强烈地练习保持与自己内在爱的精神的联系，那么即使是最不可思议的灵魂也无法动摇你。相反，你会对这些人心怀慈悲，抱持同情心，不理睬他们，转身离开，或忽略他们的胡言乱语，继续活在你自己的爱和快乐的震动中。简单来说，你不会让他们的滑稽动作毁了你的一天。想象一下，您和朋友一起出去，进行愉快的交谈、欢笑，并共享一顿美餐。你们都感觉棒极了。突然，您听到餐厅或咖啡馆里有一个愤怒的人大声抱怨世界或生活中的某个人。起初，你试着忽略他们，您甚至可能会感到同情或难以置信的摇头。您可能会回到与朋友的愉快交谈中。不过，这个人显然是想要引起注意。他们正在表达一个观点，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他们对关注和认可的渴望是如此强烈，
如果你对一个平静而快乐的夜晚的渴望不那么强烈，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屈服了，融入了他们的能量，并变得心烦意乱。你可能会说，他毁了你的夜晚，让你心烦意乱，但事实上，亲爱的朋友们，让你深感不安的是，你无辜地让这个人指挥和控制了你的注意力。他们蛊惑了你的注意力，因此，也蛊惑了你的震动。尽管你不是故意的，你还是无辜地让他们要求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这样，你就进入了不安的震动，你也生气了。我们知道，一开始，当你周围的人非常消极、讨厌、愤怒或情绪低落时，要保持与爱和良好感觉的联系并不容易。当生活和周围的人变得轻松时，你很容易感到快乐。当生活和周围的人不让你感到轻松时，你需要更多的精神力量才能感觉良好。尽管如此，你练习的越多，它就会变得越容易，你就越能掌控自己的震动。因此，在这个例子中，假设你开始注意到自己对这个人的咆哮感到不安，当你注意到的那一刻，你就有了选择。我想让这个人吸引我的注意力，还是我想选择如何集中注意力呢？你可能需要发挥一点创意。您可能会看着您的食物并评论美味的晚餐。你可能会花点时间感谢你比这个可怜的灵魂度过了一个更好的夜晚。你甚至可以开个小玩笑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学会使用他们的内在声音。如果你感觉与爱紧密相连，你甚至可以停止谈话，为这个人祈祷片刻，或者想象他们被舒缓的光线包围。正如您所看到的，除了让他们破坏您的夜晚之外，还有更多选择。一个更严峻的例子是，当你看到你关心的人没有做出最健康、最快乐的选择，他们天真地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因为你爱他们。你希望他们快乐、健康，并知道他们是被爱的。尽管如此，亲爱的心，你无法控制别人的焦点，就像他们无法控制你的焦点一样。然而，你可以提高自己的振动。您甚至可以在他们能够享受生活之前就允许自己享受生活。在关心自己和让自己快乐的振动中，最有爱的话语会透过你流向他们，最有灵感和真正有帮助的行动将从内心产生。因此，与其担心占用能量或污染别人的空间，不如开始考虑调整。房间里最强的能量通常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但一旦你意识到这是你的注意力来选择，你就可以开始更频繁地选择爱与仁慈。您可以选择远离不良行为，你可以选择见证他人的优点，就像父母知道孩子的优点一样，即使孩子没有表现出良好的行为。你是自己调整的主人，即使是最消极、最讨厌、最令人不安的人，如果你不让他们控制，他们也没有能力控制你的思想。亲爱的朋友，练习会让你更容易选择自己的焦点。一次思考一种更好的感觉。一个小小的选择，专注于任何能让人舒缓的事情。一次一个小小的时刻，你正在学习收回上帝赋予你的权力来选择你的焦点，并感受始终围绕在你周围的爱，即使其他人并不让这一切变得容易。我们知道你们的世界现在已经被激怒了，它不会永远保持这种状态。然而，这是练习控制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注意力和自己的感受的好时机。因为即使愤怒的能量在你周围飞舞，你也有能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不属于它，并且活在自己在幸福的现实里，无论别人如何选择。上帝祝福你，我们非常爱你。天使，来自天使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